好，这里是 yes 123求职网客服中心，微信菜还能为您服务。小姐，请您先输入账号密码到企业端去。谢谢您，再见。OK， 今天的 KPI 我已经达标了，小郭我赢你喽，明天的午餐你请。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也才差两分钟就要到了。好吧，好吧，哎呦，压力不要那么大啦，有什么问题可以帮你想办法。喏，这个让你出气，像我们当客服的啊，就要有舒压的方法，比如说呢，是舒展一下筋骨。或者呢，有放舒压小物在桌上，或是啊，来泡一杯花茶都可以。哎，怎么样啊？今天的状况如何啊？今天我差一点就比自己早达标了。哎呀，没有关系，明天继续努力，一定可以达标的。我现在有事情要跟大家宣布一下。好，这个月的奖金已经出来了，大家可以上网来看一下喽。那或者在我这个月绩效奖金多1000块。什么？快告诉我们秘诀！我们这边新进人员的基本薪资是24000到26000，年终是1.5个月到3个月，每个月还有绩效奖金上看4000元，而且我们三节奖金都有6000元哦。如果你喜欢跟人聊天，喜欢为人解决问题，口齿清晰，表达力好，都欢迎你过来哦。